家好，我们是 Truck 恰女生七月号封面人物金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卿，我是凯西，我是小齐雪。Hello， 我是雨农，我是林欣彤。那我们今天拍摄封面是我们 Twinkle 第一次拍恰女生的封面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今天五个人的服装是带一点点的休闲，一点点的街头，而且一点点的甜美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次的装扮。我们这次发行了我们第二张专辑，叫做《恋爱限定》，里面顾名思义就是以恋爱为主轴，有三重不同的爱，有朋友之间的爱，情人之间的爱，还有你要主动出击的爱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这张专辑我们不同的面貌。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呢，都会想到我们的粉丝小星星们，因为一路走来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，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带来更多的作品给你们，成为你们的骄傲。